下来请收看菩提系列。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各位大德，我们再继续呢，来探讨《华严经》善财童子五十三参里面的内容。我们已经介绍了第三十七位的善知识，也就是开敷一切树花主业神。善财童子呢，跟这位善知识请教菩萨如何学菩萨行，如何得一切智。那我们上一个单元呢，就是介绍了这位主业神呢，已经先向善财童子讲到，他是在夜间呢，就是守护一切人等呢，他们在晚上的时候都能够安全的回家，然后夜晚也能够得到好的安眠安乐。那他也告诉善财童子，就是他教导众生的对治法，对治众生的烦恼，也就是众生的习性，让众生真正痛苦的这些的根本的原因。所以呢，这位夜神实际上呢也是大菩萨，那他在利益众生，教导众生。那上一个单元呢，我们就介绍到了夜神教导善财童子呢，他所教的对治法里面，包括我们所熟悉的六度波罗蜜里面的前面的四度，我们就是介绍了有布施度，还有呢这个持戒度啊，还有忍辱度，还有精进度，也就是六度波罗蜜的前四个。那当然开花一切树花主业神呢，他在前面的四度里面呢，他也增多了一个，就是教导众生有称慧的，那么要教他们呢，能够安住在大慈心，就是不要对众生起嗔恨心，乃至呢要对众生起慈悲心，所以我们今天就是要接着呢，就是从六度波罗蜜里面的第五度，也就是禅定度再继续来探讨那我们呢来称念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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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在经文里面呢，就是开敷一切树花主业神呢，就像善财童子讲到他教导众生对治众生的烦恼的这一些习性。那如果有众生呢是善乱者，另修禅定，那这个部分呢，也就是对众生的一个根本的问题，不论是前面的悭贪呐，或者是嗔恚啦，那或者是众生的这种懈怠啦，那这些的问题呢，实际上基本上也都是心没有安定。那心呢，就是随时起种种的妄想啊，那么自己本身没有办法对自己的心能够安住，所以呢，总称叫做善乱。那
从善乱的这样的一个心呢，啊，那我们来分别说，这个善乱里面的心呢，它是对啊这个外界呢是起贪的，啊，那呢叫做做贪心多的，那牵令啊这一些。那如果说他的这种善乱的心呢，是容易啊对外境呢起嗔恨心的，啊，他是对外境容易产生不满的，啊，那这种部分呢叫做嗔恨心，啊，那实际上呢这一些的情况呢，总说起来都是善乱。那这样子的时候呢，也就是说，我们本来的心的本质是一种安定的状态。那我们如果对外境起了种种的这一些的贪嗔啊啊的这一些情绪的时候呢，我们的心呢也就起风波啊，那本来是应该安定的心呢就乱了啊，所以叫做善乱，所以是形容我们的心呢没有办法安住在我们心本来是安定的这样的状态了啊，所以这个部分呢是整个的众生的心的没有办法自己掌握到，然后就是失去安住的这样的状态的状况啊，那这样子的情况呢，就是要能够让众生呢在学习怎么样来安定我们自己的心，所以这个时候呢要修的禅定，基本上从释迦牟尼佛所教导的禅修的法门呢，我们就是说从思念处啊，那么从观察我们自己念头啊，要把它安定下来的方法呢，把它安住在我们自己的身体的观照，我们自己的受觉的观照，那也能够用观照我们自己的心，就是我们自己内在的这种啊反应，我们的心情啊，还有呢也观察我们自己的心念，就法，所以说身受啊心法啊四个对象啊来安定我们的心。那这个是要练习的，因为我们通常呢我们的善乱呢主要就是因为我们六根里面的眼耳鼻舌身啊，这六根呢就是主要是对外境的，我们眼睛能看，耳朵能听，鼻子能嗅觉，那舌头呢我们尝到啊这种食物的味道啊，还有我们的身体呢感触到冷啦热啦，或者是我们自己的这种啊喜欢不喜欢的这一些的感受，那从这六根的前面这五根呢，主要就是对外境的这些不同的形式的啊物质，那这些物质它是很维系的，只有眼睛是比较啊算是比较实质的，那耳朵啊这种音波啦，鼻子嗅觉的这种味道啦啊，还有舌头尝到的这种食物的这种味觉啊啊，乃至身体所感受到，这些都是比较维系的。可是如果我们这个五根所对的外境啊，我们自己没有办法能够说在我们的五根对着外面的境呢叫做尘呐，啊，所以在根跟尘相对的时候呢，我们没有办法能够去往内观察一下我们自己本身的能够感觉的这样的一个操作的时候啊，那我们的心呢就没有办法安定，因为我们看的时候呢，我们就学着外界呢，我们就开始起啊分别，然后起我们的贪执，或者是起我们的这种啊不喜欢的这样的一种嗔心呐，所以这样的呢，我们五根里面任何一根啊，只要起这样的作用的时候，我们的心念就开始在转了。那我们心念一转的时候呢，
这个就是我们的心就善了。那在这个里面啊，只要是五根有起这些的作用呢，那所有的这些的记忆啊，它的作用呢，全部都放在六根的一根里面啊。那一根呢，就等于是最维系的里面的一种，好像是我们的一种啊，好像一个照相机啊，那它的镜头可以对外镜，然后呢，它照到的东西就在里面的底片呐，啊，所以这个一根呢，就收了眼、耳、鼻、舌、身所接受到的外境啊，然后它放到里面来了以后，那一根呢，它会存藏，那存了以后呢，就是我们看到的一个人啊，或一个东西啊，那已经都已经对境都不在了，可是呢，我们明天我们又把这个前天啊，昨天所看到的这些的景象再放出来的时候呢，那我们就里面呢就把这个之前的啊成影啊，所以这个时候呢就叫做影像啊，那我们又把它当真的，又在那里想啊，想的时候当时喜欢的我们还是想起来还是很高兴，那当时不喜欢的我们在想起来的时候哦还是一样不高兴啊，那乃至呢我们在加以啊我们喜欢跟不喜欢的程度，哇，那这样子呢众生呢 啊眼睛看耳朵听的时候，这个意念已经纷纷了很多了，那到没有看到的时候呢，我们就把以前所看到的全部都混在一起啊，所以啊我们就可以想象我们人的这种心的散乱的程度啊啊，所以我们还没有开始学佛的时候啊，其实呢我们比较起来我们就会觉得说啊，真的还没有学佛的时候啊，我们不知道怎么样子来让我们的心呐、啊、能够安定哎，他那个心好像他自己一直想啊，想到我们烦恼啊，乃至我们想到头痛啊。那学佛了以后才开始知道说啊，我们的心是有办法来让它安定的。那这样的时候呢，我们要怎么样的入门呢？这个呢，就是要我们要学习让我们的心呢。转为有一个安定的对象啊。那在我们中国佛教呢，我们啊自己的经验呢，最初的时候呢，实际上我们就是念阿弥陀佛啊，师父教我们说啊，打坐的时候也念阿弥陀佛啊，从无声到有声啊，然后借着一句佛号呢，就把我们的心的这种很乱的这种念头啊，哇一下跑到啊这个啊这个可能国外了，然后我们心一下想到哪里了，跑到哪个地方了，跑到哪一个人那里了，那就是我们心里想到哪里就跑到哪里，然后我们借着一句阿弥陀佛呢，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啊，就把我们的这些念啊好像在拉风筝的那根线一样啊，就把它拉起来了，哇，那这样的时候呢，我们的念头心念啊由散乱慢慢的就变成有一种规律的啊，借着这样的一个线呢，就拉着它啊，它跑出去了，我们也还可以看得到啊，再把它拉回来。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从散乱的心呢，慢慢的就趋于安定啊。那我们刚刚说的释迦牟尼佛呢，他在教禅修禅观啊，又称作止观，这样子的一种教导的方法啊，就从把我们的这种念头呢转为观察在我们的身体啊，那从身体呢基本的呢就是从我们的呼吸啊，因为呼吸是我们的身体跟心理啊维系的这样的一个这种啊界限啊，它是很维系的啊，是属于身体的这种啊，好像是生理的动作了，可是呢我们如果情绪有变化的时候啊，呼吸马上就受到影响啊，所以它是很微妙的，介于这两个中间，所以观察呼吸的时候呢，它很快的呢也能够影响到我们的心啊，所以从观呼吸啊，这样一入一出，那这样的时候呢也是可以来安定我们的心，那慢慢的慢慢的我们的心呢就能够看到说啊，那
我们不要起这些种种的这一些意念妄想的时候呢，那我们的心呢就可以啊安住在它本来的状态啊，那这个就是禅定啊啊。所以在众生的这样子的种种的这一些的问题啦，如果我们的心安定的时候呢，不散乱的时候啊，那我们才能够看到自己心真正的啊安定的状况，然后呢也才能够看到说我们不安定的时候是什么样子。那在不安定的这种心的这一些的啊动态里面啊，我们自己乃至进一步呢再来观察啊，从这个修禅定里面呢能够让心定，叫做止。那自己本身又能够观察自己的这些心不定的时候的种种的这些念头啊，然后这些念头的性质啊，这个是属于贪啊，这个是属于嗔啊啊，那种种的在维系啊，去分别这一些的这种念头的性质啊，那这些呢就叫做思维了。这个就是维系的我们自己能够观察到自己内在的状况，那这个呢就叫做观。所以说禅定的本身呢，基本上呢是先让我们的心能够安定安住啊，不散乱，然后呢在定里面呢又能够起一个观察自己的这样的能力啊。所以在我们中国的禅宗啊，好，那这个部分呢就又啊不一样的一个啊修法了。因为中国禅宗呢它就是以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了，那那个呢就是另外的一个部分，所以那个是中国禅宗的特色，就直接讲说啊能不能悟到我们自己的本性，所以它就没有次第法。所以我们说中国禅宗呢是属于顿悟的啊，它就直接看到我们心的本质这样啊，所以他不讲究说哦，我们要先念佛啊，先数息啊，然后呢让我们的心安定，他直接就去参话头，然后直接呢去观察我们的心，是这样啊。那那个是另外的一个啊中国佛教的特色的发展啊。那在整个佛教的基本的这种六度啦，或者释迦牟尼佛啊说的这样子的修禅观的方式呢，都是还是次第法啊，就是先起定，然后呢能够起观啊，那这个呢是比较稳当的方式了。那这样子的情况呢，就是开敷一切树花主业神呢，他教导啊善财童子，他的叫终身的这种对治法。那这个方法呢，实际上呢，也就是我们众生的通病啊啊。那所以在这个部分呢，他啊就是对善乱的众生呢，要让他能够修禅定啊。那从禅定开始呢，实际上呢，有些就是众生自己培养了自己能够真正啊改变自己的这种能力的基础了啊。那再来呢，助恶慧者令学般若，那这个部分呢，也就是佛法的特色了啊。因为修禅定的话呢，就是让我们的心啊能够安定，那即使从安定里面我们也有观察力在那个地方啊，止观双修的时候呢，那么还要靠真正的般若的作用啊。所以这个部分就是佛法的特色在这里。因为在印度呢，本来啊就是很重视禅定的国家啦啊，他们非常有这种宗教情操啊啊。那一般说起来呢，因为印度的这种环境的特色啊啊，又热啊，然后这种生活呢啊也是非常的啊贫苦啊，所以在印度本身的这种传承里面呢，就很多这种瑜伽师啊，然后有修苦恨的啦，然后他们可以坐着坐很久这样啊。所以释迦牟尼佛当时呢啊，他六年的苦恨之前呢、啊、他也去参访啊啊，所以他前面也有两位外道的老师啊。那这两位外道的老师呢，他们都证到四禅八定这样子的这种啊非非想定
啊，非想非非想定这样。那所以在这个禅定的这种修为里面呢，也是相当高了啊，他可以做到啊，就是已经在我们三界里面呢、啊，就是他没有欲望啊，然后就是安定下来了啊，那然后到超出这种色界到无色界的这种进入到无色界，那就等于是说，他完全都是住在那个意识的这样的一种境界里面了，都是精神状态了，啊，就没有这些肉体的这些的这种啊影响了。所以可是呢，释迦牟尼佛为什么要离开他们呢？最主要的就是因为他们这样子呢，没有就近解决啊众生的这种痛苦的原因了，因为他这样子呢，只是住在这样的安定的状态里面，啊，那可是呢，他没有对我们自己生命的内涵去做观察，然后去啊解决我们生命里面的这一些痛苦的这种啊这种里面的这种啊它的内涵，就是有染污的部分。所以说，我们刚刚说啊，那在禅定里面呢，能够止。啊，然后就能够观察。那最主要的就是说，要有剥落的时候呢，就是他观察的时候呢，他可以去除这种不对的。啊，像如果说我们看到了啊，我们这个善乱的这个念头的本质是贪的啊，那他去观察说这个贪啊，那本身呢，它就是一种我们心里的一种染污的状态。那去观察到这个贪的本质呢，它实际上也是空的，啊，所以这样子的时候呢，就对破了这个贪的这种念头，啊，那如果看到的是这个心念呢，是属于嗔的，那他真正去看到这样子的这种状态，啊，然后让这个状态呢，从根本呢，就啊，就是能够去除了，啊，就是消化了这样子的这一些。我们的心的这种啊不正的这种状态啊，所以说住恶慧者令学波罗啊，那实际上呢是从我们知解上面啊的这种邪知邪见呐、啊，然后变成正知正见，就是了解到我们正视的这种啊这种生命的里面的内涵的这种本质，然后呢从禅定的功夫深入了以后呢，就在禅定之中呢，我们自己本身就真正能够看到我们自己本身的这一些的啊内在的状态，所以这个部分呢，才是真正能够把我们为什么众生呢、啊、在生死轮回的根本呢、啊，来把它从啊这种根本解决、彻底的解决的方法。所以前面的。布施、持戒啊，忍辱、精进，实际上呢，等于就是说，让我们在外在的这样子的一个啊环境里面呢，我们要能够积极的行善呐、啊，啊，跟众生结善缘呐、啊，啊，那这个是能够强调我们在修学菩萨道的这样子的一种啊一个广结善缘。然后利益的这样的行为，那到禅定跟波落的时候呢，就是等于是我们从我们自己的根本内在啊，那要能够啊自己去解决我们自己的问题了啊。那所以说这个六度呢，可以说啊，可以说是一个互相有关系的啊，因为禅定跟波落啊，它是我们的核心，自己可以解决自己的问题。可是我们生在这个世间呐、啊，那我们还是要跟人相处啊，所以我们也还是要有布施，就是愿意呢跟众生能够和乐相处，能够愿意呢，就是来利益众生啊。那所以呢，这个六度的部分呢，它也没有办法说脱离说哦，那这样波罗最重要，我只修波罗。啊，它是六度，它是环环相扣的。好，那所以六度呢，可以说它基本上呢，就是啊，不能够脱离的啦，不能够分开的，因为在六度强调的是菩萨道嘛。那即使能够修到禅定，然后呢，也有般若的智慧啊，
那降的时候呢，也是要用来利益众生的。所以那个时候呢，他的布施呢，啊，除了我们世间的这种财施啊，啊，那还可以做法施，啊，用法来利益众生，让众生也能够，啊，离苦得乐。那那个时候呢，啊，就是能够有法的这样的一个布施。那再来进一步呢，他像大菩萨呢，他直接就可以让众生离开啊他们的这种啊苦厄啊，所以就有无畏施啊，就像观世音菩萨啊这样子的大菩萨了，直接就有能力了啊。那所以呢，我们从啊大乘的角度啊，最主要的呢，也就是说要能够了解啊，就是说我们从开始学佛的时候啊。啊，我们一开始可能对佛法也不了解啊，我们就啊非常的啊，就是很努力的啊，就一直在了解这些名相啊啊，那么这里面的意思啊，可是呢，要把这个佛法里面的这种内涵，跟我们自己的生活、生命再结合一起的时候啊，这个都要过一段的时间呐 啊, 啊，那我们从这个里面慢慢去啊揣摩，慢慢去学习啊。我们一点一滴啊，我们才能够去触到这佛法里面的内容，那何况说是佛菩萨的境界啊，啊，所以为什么说佛法难闻经已闻呐、啊，人生难得经已得啊？最主要就是因为我们有人生，我们有这个人的身体啊，非常的宝贵，已经在这个六道的轮回里面得到一个人生，啊，最主要的是我们有自由的这样的身体。还有自由的这种意识，那我们呢，在世间的话呢，就是啊，觉得这个自由呢，就是胡作非为啦，或者说我们自己任意啊，我要去做什么，我行我素啊，那我自己高兴快乐就好了。那实际上这样的时候呢，反而浪费了我们这种啊身心呐、啊。我们应该是好好的把握，怎么样来了解我们自己的生命的内涵啊，我们能够安定中。观察自己生命还有很深层的一部分啊，那我们去进一步可以了解我们哦，原来这个世间的乱象啊，我们应该能够呢去安定我们自己的心，然后跟我们的这种环境依报啊，才是真正的能够啊和乐相融，然后呢来利益自己，那也能够看到众生的苦，那这样的时候呢，真正才能够起这样的慈悲心呢、啊。真正的慈悲心也要从我们自己能够安定了以后，我们开发了我们自己的智慧的时候呢，我们再来看众生，那这样的时候呢，那个真正的大悲心才能够升起来啊。那可是呢，当然我们也是在这个过程里面这样子学习啊，那这个路呢就是非常的长远啊。所以我们在华严经里面看到善财童子啊，他所参的大善之事啊，他们都是累劫修行啊，发心了以后也还是一直在学习度化众生，学习他们自己啊，提升自己的这种佛的知见呐、啊，那佛的这种菩萨行啊，啊，所以呢，我们也可以说啊，我们从开始学佛的时候啊，这个过渡的时间，实际上也就是跟我们自己的众生的习性在交战。啊，那我们在这个里面呢，就一直在调整，一直在调整。那这个过程呢，通常的三年、五年、十年呢、啊，我们好像对佛法比较有一点点的这种味道了。啊，那那个里面呢，还要再面对我们自己的习性啊。那当我们对佛法的味道啊又多深一层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多啊调整我们自己的众生的习性一层。哦，是这样互相这样子的啊。那我们其实呢，在这个过程里面呢，我们也更加的具足信心说，说啊，佛菩萨真的是慈悲，然后佛菩萨的智慧呢，也真的是很高深呐、啊。啊，那我们呢，从啊佛的教导里面呢，也能够啊了解佛的这样的大慈大悲啊，也就是让我们开发了我们从人的这样的境界呢。我们是可以开发出来啊，佛菩萨的这样的一个大道，所以说，自归依佛，当愿众生体解大道
啊，那这个部分的大道，也就是等于说，我们也真的能够随着佛菩萨的教导来啊行菩萨道，然后能够也真的能够入佛的一切智，是这样啊。所以从六度里面呢，禅定跟般若啊这两个的配合啊，一个定，一个是慧啊。那慧呢本身就是佛教的特色，那从这个里面呢来对治我们的不正确的这种知见啊。那里面呢就是第一个就是我们的身见，就是以为有我嘛，有一个是啊，这个世间呢我们就是有一个我的这种存在啦，那这个是根本要对破的啊。因为从这个我见里面啊，我们就是起执着的一个中心呐，啊，然后从这个里面呢，我们又产生啊有一些这种啊我执啊，就是把啊我们我以外的东西呢，我们都把它形成一个我的这样子的一种啊扩展啊，所以这些呢就是都是属于恶慧了。然后呢，我们自己本身的知见上面的错误啊，对世间的这种观察。诸法的这种法的本质我们也看不到，那所以呢从安定的禅定里面呢，我们才能够真正看到啊诸法的这种本质了啊。那这些呢也都是因为有禅定以后而发起的这种真正的智慧啊。所以在我们中文的翻译里面呢啊，这个般若呢都是保持它的音译，就是没有把它啊，来翻译成我们的汉文的这种文字啦，啊，因为它没有正式的，就是可以表现般若的这种内涵的这样的一个名相啊，啊，所以我们通常呢，就是一般就是说啊，我们世间呢，就是以智慧啊来表示人的这种聪明才智啦，可是这个部分呢，只是。对我们世间的这种能力啊的这种形容，那真正对自己的生命的内涵要能够真正的洞见啊，那就不是一般的世间的智慧做得到的啊。所以我们有时候要勉强翻译的话，我们又加一个妙啊，就变成说啊妙智慧，是一般的世间的智慧啊的提升呐 啊，我们还要观察这种一切。啊，这种世间的这种内涵因缘呐，啊，还有我们这种生命的互相之间的关系因果啊，啊这些的问题，那乃至我们怎么样对治我们的，啊这些的烦恼，那让我们自己呢不会真正的受到的这种苦的这种啊牵连，所以呢，就有这样子的一种真正的道理的透彻了解，那这个时候呢叫做般若，那基本上呢。般若呢啊，如果我们要来啊去进一步的分析般若里面的这种内涵呢 啊那以心经来说呢啊，就第一句说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啊，然后度一切苦厄啊，所以这个部分呢就是点到了般若的一个主要的内涵，就是般若呢主空啊，就是在禅定的基础呢，那我们的心因为不散乱啊，没有其他的这些贪嗔痴烦恼啦，因为这些贪嗔痴烦恼呢，它就是拉着我们的心呐，就一直在乱呐，那我们连啊自己的心的本质都看不到，那怎么会能够观察诸法的真相啊？所以禅定是一个基础，那从基础以后的时候，我们观察啊，观察到我们生命的这样的一种作用。实际上呢就是色心二法啊，色就是物质的，心就是精神的，那我们的整个身体啊啊，我们的正报实际上就是色跟心啊，所以这个时候的色就是指的我们的肉身呐 啊我们肉身所有的结构啊，这些都是物质性的，可是这个物质性的还不是属于我们人真正能够作用的，人的能够作用的是还是在精神上面，那把这个精神的部分呢，就把它的作用呢分成受，就是感受。那我们基本上面的这个身体啦，前面的五根呢，眼耳鼻舌身啊，对外境
会起第一个的接触，然后有这种第一个最初的感受啊，我们眼睛一看到呢，实际上它很维系的啊，就是先看到的时候，我们就先有一个感受啊，我喜欢不喜欢，这个是啊，我们有什么样子的这种感觉啊啊，那这种啊心里的那种啊受啊啊，那基本上它就是最初的是苦乐，然后再维系的想，就是哦再进一步去分析啊分别啊，这个是。我们有什么样子的认识的这些的经验啊，所以这个时候就是想啊，这是再进一步的维系的作用了。然后想啊，色受想，然后呢再来行啊，行的部分呢就是有加以我们自己本身的喜欢不喜欢而产生的反应，所以呢就有我们自己的意志力在那个里面了啊，我喜欢的我可能我要去啊争取，那我不喜欢的可能我就要开始排斥了。那所以我们心里有这样的一个意志力的作用的时候呢，啊这个行呢就有这种行动产生了，从心里然后到我们的身体啊，所以这个呢就等于是我们的回应了啊。那有这样子的内心的受想行以后呢，我们就变成是我们的认识作用，所以叫做识啊，这个是呢就是认识作用啊，我们就变成是我们一种固定，我们对外境呢啊，我们第一次看到不太熟悉，然后呢我们慢慢的培养了对这个第一次看到的对境啊啊，我们起了这一些的反应以后啊，那下一次我们在看到的时候，我们就会用我们之前所形成的这样的一个认识的一种啊的这种记录啊，我们就把它啊，加在我们在下一次看到的这样子的一个对象上面，所以色受想行识啊，然后呢就是一直这样子在啊轮转轮转轮转啊。那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的时候呢，就是能够让我们自己本身有反过来可以高超的看到我们自己本来的这种生命的这种轮转的过程。那这个部分呢，就是我们有在禅定，我们的心是不散乱啊，不散乱就是没有对外境这样子一直起这种啊啊种种的贪嗔痴的这样子的作用啊。那这样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啊看到啊它的这种操作的模式啊啊。那这个时候呢啊，能够观察到这样子的一个模式的时候啊，还可以看到它啊，原来呢。它的本质也是空的啊，就是照见五蕴皆空啊，就是五蕴它是每一个蕴啊，就是色受想行识就是一个蕴，这个蕴本身呢就是它可以一直累积一直累积多的啊，我们从我们的身体啊啊，我们自己的本身呢啊，有小小的细胞，然后细胞组成器官啊，然后这个器官又组织我们整个的身体的结构了，啊，那这个外在的也是一样啊，啊，外在的所有树木花草啊，这些呢都是色，啊，那它也都是啊连接在一起的，都是蕴，就是累积起来的。那受也是这样啊，我们的感受啊，它是从一个感受，然后呢。就是影响不同的感受啊，那对这个事情啊的感受呢会影响另外一个事情的感受啊，它互相之间都是关系的，是这样。那色受想行识也是一样，所以每一个每一个就变成是好像哇都是啊滚雪球一样啊啊，所以只能呢在禅定的基础上面，我们有智慧的观察的时候，才看得到这些互相之间的这样子扩展的这种关系性啊。然后就看到说，哦，那实际上这些的关系性，实际上呢，归结到了，就是我们自己心的不安定。然后从自己的心去安定的时候呢，那在碰到每一个啊，它环环相扣的这些关系的时候，我们自己的心都能够安定，那就化解了。它在继续扩展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啊，所以它的观察照见五蕴皆空呢，是说实际上这个五蕴是有，可是呢
我们是可以观察彻底的时候呢，不受它的影响的，所以这个时候就空了，就没有再让这个五蕴去牵连扩展出去啊。啊，所以说如果我们就去看到一个外境的人啊，那我们啊跟他有一些什么关系啊，那我们啊就开始对这个人有啊这种啊嗔恨心啊，或者是这种啊仇恨心啊，那如果我们没有观察的时候，那可能我们下次看他我们越生气，然后再来又很多的事情我们又跟他作对，然后就哦这样子越来越严重啊。啊，那这样的时候可能就看到这个人就开始呢就烦恼了啊，那乃至还有很多的这一些不愉快的事情啊。啊，那可是如果我们开始观察的时候，哦，那我们要观察的时候，当我的心看到这样的人的时候，哎，我自己本身要把我这个念头呢观察到，然后这个念头本身呢，实际上如果我们不去跟它相应的时候呢，那这个念头呢它就平息了，那平息的时候我的心也安定了，那看到对方的人的时候呢，哎，就没有这样子的直接的反应了啊。那每一次我们自己的心有这样子的这种念头起来的时候，我们就是观察，这样观察啊，慢慢的，哎，我们好像看到这个人好像心也没什么影响了，是这样啊。这个时候就是观察到五蕴皆空了，好，那每一个人或是每一个事情或每一个事物啊，那实际上都会造成我们这样五蕴的这样的重新的这样的操作了。那所以说我们每一次我们也都要保持一种心平气和禅定的时候的这种状态啊，我们才能够自己观察。那如果说我们的心又不定的时候，哦，那可能我们的这个心的五蕴的操作又开始在那里，哇，好，我们说在台湾话说，哦，这心啊，还在嘎滚这样子，然后就搅在一起了，啊，所以呢，从这个六度里面呢，啊，实际上也正是对应我们众生的对治法门，啊，所以呢，在佛菩萨在教导众生的时候呢，实际上基本上就是先说众生的问题呢，就是贪嗔痴烦恼。那贪嗔痴的烦恼呢，就是我们自己呢要先对治，然后呢啊，就是贪呢要学习布施，那可以让我们的心也能够啊，就是在纠结的这样子的这种啊这不自在的时候，我们就学习放宽啊。那嗔呢，我们就学习慈悲观啊。那就是说，我们还没有到这个能力的时候，至少我们有这样的观念，然后带领自己这样子来做，啊，然后从根本的时候呢，啊，我们就是要能够啊修学禅定，让自己的心安定，然后呢，啊，就是要发起真正的智慧，啊，那我们也有先从啊这种文字般若，先了解般若的道理，啊，就是要矫正我们自己从世间的不正见而，啊，用佛法的正见来，啊，代替。那这样的时候，我们从修学里面呢，啊，来实修实践，所以从文字般若到观照般若，然后到实相般若，就是我们真正自己看到了，啊，那这样的时候呢，我们啊有禅定跟般若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再进一步的去修布施啊，啊，那还是要持戒啊，啊，那能够让我们自己的心呢，本身就有一个这样的一种保护作用。所以这个部分呢，就是诸佛菩萨在教导众生啊基本的方法了。那在这里呢已经有大乘的菩萨道的这样的一种教化了。那再来呢，就是开敷一切树花主业神呢，他又告诉善财童子啊，就是他对众生呢不同的根基啊，啊，他也要教导他们有不同的啊入门的对治法了。那如果有众生呢是乐小乘者，就要令住大乘，就是小乘呢跟大乘啊，就是在一个学佛的这样的过程里面呢，啊，就是要有一种调试啊，因为佛在教导众生的这种对治法的时候呢，基本上是先让我们众生看到众生的这样的一个问题了，啊，那因为我们众生会苦呢，最主要就是贪嗔痴烦恼，所以呢，就是让我们看到
这个贪嗔痴烦恼的问题而起对治，那能够呢去除这个贪嗔痴烦恼啊，最主要的就是让我们的心能够安定啊。那安定的时候呢，就是一般呢我们就说已经是入于这种涅槃啊，就是心没有这些的动态啊，那么啊止息的这样的一种状态了。可是呢这个呢是只是佛啊啊他在教导众生的时候，让众生啊能够没有苦而得到安定的这种乐啊，他的一种方便善巧了。那实际上佛要教导众生呢，就是说还是希望所有的众生呢都能够像佛一样啊，能够有佛的这种境界啊，那也能够真正的啊行菩萨道。所以说佛本身的意思就是觉了啊，那它是大觉啊，这是大彻大悟。那大彻大悟就是自己也能够了解自己的一切的这种生命的这种啊整体，然后呢也能够了解跟众生的一体啊的这样的一种啊同体性。那这样的时候呢，就发起能够啊真正能够度化众生的这样的大乘啊。所以说这个乘字本身呢也就是交通工具啊。那因为在印度的这个原意啊本身就是一种啊车子的意思了。那如果只是载自己啦，或是载两三个人啊，就是小乘啊。那主要的就是啊以能够载自己的啊，那这个呢就是度化自己而已了。那大乘呢就是能够也让人家啊能够一起坐的啊，就是大的车子啊。所以现在呢就是有这种啊巴士啦，或者是飞机啦啊，那这轮船啊，那这些就是等于大家一起的啊。所以大乘呢就是等于不是只有度化自己的问题，而能够呢解度一切众生啊为这种目的的。所以就是大菩萨呢度化一切众生这样的愿力的啊。所以就是也要开启啊众生啊，不只是对治自己，而且呢对治自己以后呢也要能够啊能够利益众生，也能够离苦得乐啊，这样子的愿，所以叫做大乘啊。那第三第九啊，就是在这位竹叶神呢、啊、跟善财童子说所有的教导众生的啊这个里面呢、啊、就是除了六度以外啊，他还增加的说对治啊有嗔恚多的，就是要让他们能够发起大慈心。那乐小乘者要令住大乘啊。那如果以六度以外呢啊，就是这个啊在发展出来的十度啊啊，那就是又有愿波罗蜜跟力波罗蜜，还有智波罗蜜，还有方便波罗蜜啊。所以接着呢他又告诉善财童子呢，他也让乐着三界诸趣中者要令住菩萨愿波罗蜜，就这个就是愿波罗蜜啊。那在这里呢主要的呢也就是说有一些众生呢、啊、他在三界里面呢、啊、就是欲界色界无色界啊，他们就觉得说哎，这好像已经很好了，就喜欢在这个里面了 啊。那我们在这里呢就啊先到这里做一个单元啊，那我们下面呢在下个单元再解释啊。那我们一起来回向，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认识中华国际诗实协会，有鉴于现今各种天灾人祸层出不穷，众生身心受着许多内外的压力与伤害，为此
慈悲置业成立中华国际施食协会，推广大乘佛教上供下施之慈悲法门，体认世尊施设此法之慈悲本怀。如此不仅能分担如来家业，布施者亦得福，实为名扬两利之善行。修施食与烟供法是增加福报的最快方法，不仅布施六道众生，可以增长布施者福禄寿财，生生世世福寿长，善根具足。也因为布施鬼道众生与众生结善缘，则能免除一切有形无形障碍，能对我们世间的生活需求事业有所注意。国际万场烟供自2014年4月11日起至2010年4月23日中午止，海内外共30万3025场。布施蚂蚁小鱼自2015年5月21日起至2010年4月23日止，海内外共12311次。慈悲置业云林观音讲堂举办护身法会，恭诵楞严经、楞严咒及不动佛修持修持仪轨，恭请湛信法师主法，日期3月20日上午9点开始，地点云林观音讲堂，云林县虎尾镇新南里竹围60-3号李斯特加油站后面，电话05-633-1565-05-633-1565。敬请与会菩萨做好防护措施并保持社交距离。当日上午8点半，斗南火车站前备有接驳车。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台南分会插花课程，日期4月9日星期六，时间下午6点开始，雅芳老师现场教学，联络电话06-2716-616或06-2716-61206-2716-616或06-2716-612，地点台南市永康区永大路2段345号。敬邀菩萨参与熏习，同沾法义，共沐佛恩。配合防疫措施参加共修，敬请佩戴口罩，量体温。佛教智慧故事，千手千眼观世音。传说在古时候，有一位国王叫妙庄王，他有3个女儿，都到了出嫁的年龄。大女儿妙音和二女儿妙缘，都依父亲的安排出嫁了。剩下3女儿妙善，说什么也不肯嫁人。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看你两个姐姐她们多幸福。孩儿不想出嫁，孩儿想出家。什么？你要出家？你是公主，出家为尼会惹百姓的议论，本王不准。孩儿心意已决，请父王成全。这要是你执意出家，就不再是本王的女儿，以后就不要住在王宫。请恕孩儿不能在床前尽孝，孩儿会潜心修行，以求修成正果，将来帮助父王脱离六道轮回之苦。这孩子，哎。后来妙庄王得了重病，药食无效。大王，您的病能够治得好？大师快说，本王的病怎样才能治好？这大师但说无妨。这个方法就是以大王至亲之人的手和眼睛做配药，才能治疗您的病。这过于残忍了吧？此事关乎大王的生死，
不如请大公主和二公主过来，问问他们的意思。好，宣他们进宫。父王，孩儿没有了眼睛，以后还怎么相夫教子？孩儿刚刚怀孕，没有了手臂，让孩儿怎么养育孩子？请父王开恩，饶恕我们。罢了，你们退下。谢父王。大师，除此之外，真的就没有其他办法？办法倒是还有一个，不过要碰碰运气。大师快说。在香山上住着一位专门救度众生的仙长，要是能找到他，得他相助，或许还有机会。为了表示诚意，需要您亲自去。大王，仙长就在这香山上，我们不能陪您上去了。要是遇到危险，您发射这只响箭，我们马上去接应您。你是香山仙长吗？孩儿不孝，让父王受苦了。你是妙善，你怎么会在这里？孩儿离开王宫后，一直在这里修行。哦，你桌上供奉的可是千手千眼观世音？是的，父王。千眼代表透彻一切万法的智慧，而千手则代表种种寄生利众的方便，表示维护众生法力无边。千手千眼是用形象化的手法来显示观音的大慈大悲，智慧无边，神通广大。原来是这样。父王，你为何会来这里？这本王是来游山玩水，看到你很高兴，本王要回去了。父王，请您不要瞒着女儿。哎，实不相瞒，本王已经病入膏肓，这次来香山是向香山仙人求医。那怎么样能够治好您的病呢？这件事不说也罢。请您告诉我。这需要至亲之人的眼睛和手做配药，本王已经愧对于你，不能再让你为了本王做出这样的牺牲了。父王的心意孩儿明白了，请父王在这里休息一夜，明早再走。父王，父王。妙善，你。父王，请您喝药。苍天哪，求你让我的女儿再长出手眼，我愿意折寿偿还。此后，妙昭王令人在香山修建寺庙，专门侍奉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彰显他仁孝慈悲的美德。